出事了，我根本到十八岁，我唔知影什么是二二八，因为伫迄白色恐怖的时阵，家庭要保护，即个我是妹仔囝吼，所以老母啦、兄哥姊妹真疼我，爱要保护我，所以都唔爱我知影二二八。 讲到二二八事件，都爱先讲到1945年第一届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伫咧日本50年的统治了后，换国民政府接手。一开始，台湾人真期待会甲过去日本统治有无同的对待。不过最后实际状况，跟那个原本的期待差真济。我问阮阿妈，讲迄阵战争结束，迄阵叫做总结了嘛？ 啊，号称叫做光复嘛，我讲啊，迄阵叫做光复，啊，恁有啥物心情？阮阿妈讲哦，足欢喜啊，啊，祖国要转来啊，哦，爱着台灯诶，嘛台阶啊，着拜拜祭祖咧，讲咱即摆祖国要回归祖国啊咧，讲啊煞咧，啊煞咧，等下知影祖国来，煞变一堆阿山，我阿妈煞变成讲安尼，讲本来是祖国，后来变成叫做阿山，诶，迄是一个心理诶足大转变嘛，叫日本人。 求五十冬啊，啊，即么换算迄阵的祖国来接回去，所以这个期待足悬的，期待悬的是当然失望的大嘛，所以伊发现讲过来的这个政府吼、啊、军队也好，整个官员的这个操守也好，足失望。 其中真大因素，就是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所率领的政府专制，并且嘛有袂少恶势状况发生。迄个是贪污腐败足厉害，啊，军纪非常的败坏。你来看迄当时的报纸吼，逐工都有遐军人、豺狼啦、抢劫啦、偷窃的，免讲啊吼，啊耍赖也一大堆，讲袂了。啊，所以人民开始。 为满北的姿态欢迎，到尾也开始失望，最后绝望。连续不断的事件，和平将甲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变较紧张。1947年1月27号，台北太平町天马地巷附近发生掠私分的差职员，拍伤未婚的妇人林江麦，又搁开枪拍死了现场民众陈文溪。 这件代志，和平将的不管完全爆发。天马查房这个代志，因为迄个林江麦，哦，40岁的查某人啊，走袂去，袂护照，去互迄个查缉员掌掉。但是伊个想要讨回来，因为伊毋是干那分摕去尔，伊个收钱，没收迄个拿来的钱嘛，吼。 所以伊就唔甘愿，就想讲会当拜托个行医一挂，啊，但用迄个枪托甲牵落去吼，就是流血，然后应该。
该也是有昏倒这样子。第二天2月28日，抗议民众包围中冠公署，要求单位把查缉官交出来，却被宪兵开枪，使这场风波愈来愈大。长官公署如果有出来接见或者是安抚，那可能没有228事件，可能发生另外一个什么什么事件的，不知道。可是长官公署是卫兵开枪，那当场死了应该有4个，那么2个重伤了，后来有没有死这个不知道，还要不可考。所以这个就变成说，附近的广播电台给轰上出来了后，转台湾差不多都知道了。当时的民众大动作反抗，有一些民众占领宪兵队警察局武力反抗，也有地方的士绅出面和当地政府来沟通对话。人民动不了啊，就反恐，反恐就是说武装反恐，很多民兵组起来接管宪兵队，接管警察局的那个武器，自己维持治安，这种的冲突叫做武装反恐，武装抗争，这是一种的。第二就是透过这个议会会议的协商，主要就是说哇，怎啊冲突开呢？当然就惊，就紧找这民意代表，找这地方的这士绅，我出来，来，大家一个一个解决一下。但伊发觉办事唔对，第3月1日，赶紧找来当时的国民参政员、国大代表、省参议员，成立积分会案调查委员会。一天了后，遂将组织改做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协助处理228问题。但其表面上邀请台湾地方头人共同处理冲突，不过却向南京要求派兵。当然，两面手法，我上面应付你讲，好好恁肯提出改革，但伊上面拍电报，甲南京啊蒋介石讲，才要造反，才要造反，所以紧派兵来。当伊本来兵力要有限嘛，所以伊就答应你，答应恁这议会的协商的这个路线的人，咩反恐、武装反恐人会当停落。但是一旦到3月7日，伊知影讲，迄边的部队援兵来了，对了。3月7日这议会的路线，二十八处理委员会已经提出32条的这个改革的这个要求。这个改革要求是你叫我做的啊！你讲你要改啊，我就大家就开会啊，提这意建议给你啊，32条整理好要给你的时候，你怎啊反面？反面讲我甲单位，即讲恁拢是叛乱，宣布恁是非法组织啊！武装反恐当然嘛非法啦，啊你即含要协商的，啊你嘛变违法啦！啊你因为伊啥呢？为什么脸孔一变？为什么？部队伊援兵来了。所以3月7日被部队因为家人起来了，就展开一条大屠杀了。但伊政府伫援兵到位了后，态度随便个，除了伫9日再度实施戒严以外，也伫11日以绥靖的名义开始掠各地精英和头人。因为有援军的登陆，他开始再度戒严，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那就变成。接下来连续几天的登陆嘛，因为他是有的从基隆，有的从高雄，这个正规军的意思就是整编第21师，那据一些报道就是有无差别的扫射啦，那当然这种正规军来了以后，乘以原来的部队会胆子更大，顺着这个所谓的绥靖的东西，伊就甲各地转到各地遐。有头有面的这精英分子，顺势就安尼也开嘛，所以差不多伫3月7日开始嘛，遐种有头有脸的，内底有迄个教授，有律师，有医生，有作家，有记者，拢是地方有名的人士，利用这个时阵把你清掉。亲像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担任参议员，也是人民导报社长的王天丁，伊几落届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加单位交涉，说伫3月11日透早早起5点挂，伫台北的处理，互人带走。王天丁迄当时，
宪兵队你来去吼，得个拍暗吼，啊，得个讲你是不是要，你要做，你要选，你要做市长啦。伊讲我无必要做市长，我是替市民讲话咧。哦，总是最后呢，迄当时宪兵队，甲伊规身躯燃汽油，甲燃汽油，啊，点火也烧，燃汽油啊，等伊一个迄个汽油桶内底，点火烧啊，等入去淡水河。除了王天丁，创办民报的林宝生和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兆日，也在随行的过程被人抓走，最后连尸体也找无。可能三月十一啊，抓林宝生和抓阮兆日，阮兆日是台湾新生报的迄个经理嘛，因两个是抓同一个日报，啊，然后塞去迄个六张犁公墓底下敢枪毙。啊，这是后来有人讲出来。在嘉义市，包括参议会副议长潘博基以及嘉义市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其他代表，总共十二个人，因送粮食去水上机场，一个路车都被抓起来。两台卡车啊，塞来我厝里，有一个人落来，迄人是，尾仔才知影是嘉义市议会的议长。哦，叫做张家成啦。伊甲阮爸讲吼，迄个，因为伊腹肚咧无拄好咧闹屎，所以外口两卡车的粮食吼，爱总是爱有人压去嘛。啊，阮爸爸伊就想讲，哇，今日了呢，无方便嘛，你呐，你闹屎啊，都方便嘛。讲好，安怎我代替你去安尼，啊，一个去都哭起来啊，迄就看啊过十天了哦，过十二天了哦，啊，伫嘉义车头啊枪决四中。伫家人要袂少受害者，是伫江边互人开枪了后杀落海。不过，有人真幸运躲过一劫。伊就讲，把遐青年抓来，啊，用个铁线钢手，啊，放后边，啊，两手拢钢过哦，啊，钢几杆，啊，几排，踮咧下边，然后机枪哒哒哒哒哒落来。啊，所以唔到一个故事就是讲，有一个叫做林木基，伊是伫个八九人的上边啊，这个林先生哦，可能遐边啊咧讲。正安全的时阵，较匆忙；正到林木基的时阵，无正伊的手心，正伊的这个虎口这个所在，刚正过家呢，啊，佫正一支手呢，爱就徛伫上边啊。所以机关枪哒哒哒咧拍的时阵吼，拍到边啊，大家拢在掉枪了，迄枪足冲伊足大，就落落。林木基吼无掉枪，煞去互规班人落落水里的时阵，甲伊拖落去，哎，拖落去伊都惊着拢要昏去啊！哎，醒起来看，伊讲，哎，伊无死啊，伊无掉枪啊，啊，但是手挂掉了，伊就甲踹开去，啊，就啊，藏在水底，就啊，想走，想到中间所在，才起来，就啊，免死，所以后来讲一段好听。随证的过程，除了抓反恐的情景，政府也顺势清除地方头人。在花莲，张七龙医师和两个后生也因为安尼被枪杀。迄暝吼，伊拄仔咧发烧嘛，伊去参加南京的制宪会议，当来发烧。啊，拄仔国军已经伫四月初来到花莲，迄个凤林嘛。啊，伊是要欢迎国军呢，迄阵一个地方有办一个这个宴会吼，要欢迎国军的。啊，伊讲啊，爸爸咧破病，啊叫两个囡仔，伊两个忙医生啦，张忠仁、张忠仁、张国仁啦，伊两个忙医生讲啊，你代表爸爸去欢迎国军的，是安尼参加迄个宴会呢？啊，宴会回来了呢，来抓人，抓老爸，抓两个做医生的两个囝，啊，迄个青山的，啊，这恩将仇报嘛。随证消灭各地偷人了后，台湾政府又搁伫三月二十一号发动清乡，予搁较侪台湾人受害。连续的事件也予民众唔敢插政治。战争结束，二次大战结束，咱号称叫做光复。啊，第二年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成立，
就是今仔日个圣议会的前身吼，圣参议会选出30名的圣参议员，结果参选人有偌济？有1100几个人，千几人要选30个。二二八事件了，1951年，这个圣参议会改做临时圣议会，圣议员增加到55名，本来30名，即卖要选55名，结果参选人剩偌济？剩140个。本来1000几人，即卖变140个，是安那？经过一场大屠杀了，惊死啊！倒的倒，走的走，死的死，关的关，唔敢插政治。白事件发生较早已经73冬，台湾政治环境也经过3届政党轮替，各种当时的资料也陆续被发现。但是要找到这些档案，嘛是要靠历史学家的专业。你若问讲某某，但是讲啊，恁较早有迄个二二八事件无？伊咪讲无啊，我都唔知有二二八事件无。啊，迄是专家的问题啊，伊遐任何资料伊拢无来写，讲二二八事件资料袂甲你安尼写，迄是历史学家研究的时候。诶，迄个判断嘛，啊，这个资料对二二八的研究有路用，啊，就是变二二八的资料，所以迄是历史学家的问题。那是徛伫政府的迄个诶，这个立场，我无认为讲因即卖咧暗讲。不过，这个档案目前大部分拢是公文相片，国史馆除了将这个资料出版，到今也已经有27本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而且也推动将这些资料上榜，强迫系统希望透过群众力量，渐渐啊将这些公文内容文字化，让民众更加方便来了解加收查。在我们的那个网站里面哈，你可以共笔，就是把它译成那个清楚的文字档这样子。那别人也可以就你的那个共笔来共笔啊，就是来互相更正啦。国史馆二二八基金会等组织拍拼推动二二八史料的公布，学者大部分认为，目前在台湾的二二八文件大部分已经被找到，二二八的历史事实已经差不多会使确定。但是对当时政府的角色和责任，各界也有无同款的看法。迄阵的档案就已经写阿扁总统迄阵，伊就有讲，蒋介石。就是原乡，啊，就是家海家嘛。啊，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迄个蒋介石嘛。这绝对无问题啊！这历史学家，这都大家拢是有良心的学者，因哪会去黑白讲，未去黑白讲啊？我感觉想干那就李焕英办公听会嘛，讲为什么蒋介石是28元凶，这可以讲嘛，对不？元凶。甲负责人个差真远嘞，蒋介石当然负责人，才在讲，伊国民政府的头，啊，发生这款代志，对不？中央负责嘛，哦，元凶就是讲凶手，佫是上头迄个，啊，凶手是啥？就是要有计划，讲哦，这甚物台甚物人，有一个计划书，蒋介石派兵，变作做蒋介石元凶的根据嘛。这都要讲到2006年哈。张延宪馆长做主编的这本责任归属报告哈，张延宪馆长哈，伊伫结论的时阵，伊用咱社会上哈习惯的讲的迄个元凶，哦，又出现迄个元凶是蒋介石。但是我第三种的主文哈，我是甲讲是最大责任者啦哈，哦，上面有这元凶，也是讲最大责任者哈。你的定义嘛，没有真。清楚了，可是他并没有说，我们没有看到那个证据说，直接下令说你把谁杀了，哦，你老公有足直接的讲说，哦，你这边去都在抬迄个抬迄个，安尼当然一直教唆杀人啊，就讲伊下令杀人嘛。但是，我想政治没有这么，历史也没有这么直接的啦。你是哪拢安尼就免研究啊，哦的，实际上就是。需要证据推论哦，需要一挂论述出来嘛，所以这还够有空间哈。咱要安那处理这个责任的问题哈，我想咱嘛爱一方面吼，政府空间，一方面爱有政府压力啦，啊，这爱继续做。
虽然各界对这部分也无共识，但大部分认为政府应该针对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归属有进一步的政治作为。原乡一定爱迄落公布出来嘛，吼、哦。虽然阿扁总统有讲过，但是你看政府嘛是来正式发表啊，吼、哦，这是对于历史的交代。二二八转型。正义报告这个各位完成吼，等到讲是要促进二二八转型正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抗战嘛吼，啊国家公权力来做这个代志，都本身就有公的性质，是私的性质来啦吼，啊透过这定数吼，呈送给各相关的单位吼，啊。用来当采纳作为国家的一个报告的一部分，啊，当然，我想这代表国家的立场啦。派兵的决策，还是讲军队来了后的作为，吼，是不是违法？哦，啊，是不是黑白人？这物件已经唔免修正啊啦，吼。所以咱政府咧做转型正义，若是要追究责任的时阵，嘛拢会使追究啦，吼。剩咧迄就是政治判断。除了确认谁是原乡，受难者家属也希望蔡政府将中正纪念堂改名。迄身乌色的迄个铜像吼，啊，佮放伫迄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那個、全台北市上有价值的一个建筑物内底，啊，咧，互大家来咧个敬拜安尼。这对阮家属来讲，这情何以堪呐？蒋介石甲蒋经国因两个尸体。啊，搁放伫大溪，即个迄落处理，拢无处理啦，吼、哦！我迄落前礼拜，才搁收到内政部正式甲我回批，迄个处要安怎处理？但是，迄话拢是敷衍了事啦。按呢来看，中正纪念堂吼是必须处理。但是我们是不赞成说拆掉啦，或者是说完全抹煞，哦，如果问我个人的意见呢，是比较倾向说它可以成为一个人权馆的总部啦，或者是成为历任总统的文物馆啊，哦，那你如果历任，那你也可以讨论功过嘛。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到今已经73年，家属的内心除了悲痛，也真期待真相和正义会使更加清楚。尤其这届选举，蔡总统以817万票的民意支持连任，更加让受难者家属仰望政府的作为，让这段历史伤痕会当早一日减去。为透早到暗暝，为过去即马到未来，不管是都市还是庄卡，不管是好天还是歹天，每礼拜五暗时9点到10点，公司台语台台湾艺术部记录台湾事，做会变未来。